大家好，我是六读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5G 技术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 虚的时光机，实时互动的未来 2. 5G 的万能钥匙，解锁万物互联 5G 的医疗奇迹，远程手术的革命。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5G 的时光机，实时互动的未来。各位同学，今天我们要穿越时空来聊聊 5G 这个现代科技的奇迹。你们可能会问 5G 到底有什么了不起的？让我告诉你， 5G 就像是给我们的手机装上的时光机，让我们能够及时互动，无论是和朋友聊天，还是和未来的科技来个亲密接触。首先，让我们从速度说起。你们知道吗？ 5G 的速度比 4G 快了至少10倍，这意味着你可以在几秒钟内下载一部高清电影，而不是等到你头发都白了。想象一下，你在等公车的时候突然想看一部电影，结果公车还没来，你的电影已经下载好了，这就是 5G 的魔力。再来，我们来谈谈延迟。 4G 的延迟大约是50毫秒，而 5G 可以将延迟降低到1毫秒。这是什么概念呢？这就像是你在打电动的时候，按下按钮的瞬间，角色就已经做出了反应，再也不用担心因为网速慢而被敌人打败了。这对于那些热爱电竞的同学来说，简直是福音啊。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5G 在医疗上的应用。你们知道吗？现在已经有医生利用 5G 技术进行远程手术了，这就像是科幻电影里的场景。医生在一个城市，病人在另一个城市，通过 5G 的高速和低延迟，医生可以精确地操作机器人进行手术。这不仅节省了时间，还能让更多人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当然 5G 还有很多其他的应用，比如智慧城市、自动驾驶、虚拟现实等等。想象一下，你坐在自动驾驶的车里，戴住虚拟现实眼镜，参加一个虚拟的会议，而这一切都在 5G 的支持下实时进行，这是不是很酷？最后我们来讲一个有趣的故事。据说由于老奶奶在家里安装了 5G 网络屋，结果她的孙子来访时，发现老奶奶正在用虚拟现实眼镜打电动，还在网上直播。孙子惊讶地问奶奶，你怎么会这些？老奶奶笑着说， 5G 让我年轻了50岁。所以同学们， 5G 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它是一个让我们生活更便捷、更有趣的时光机。未来已经来临，让我们一起搭上这班 5G 的时光机，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吧。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5G 的万能钥匙，解锁万物互联。各位同学，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现代科技的奇迹， 5G 这个话题就像是一个科技界的魔法师，挥一挥魔杖，使用它，挥一挥魔杖，万物互联的世界就此展开。让我们一起来解锁这把 5G 的万能钥匙，看看它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首先，让我从一个有趣的故事开始。想象一下，你是一位古代的书生，正在书房里埋头苦读，突然有一天，你的书桌开始跟你对话了，它告诉你今天的天气如何，提醒你该喝水了，甚至还能帮你查找资料。这听起来像是神话故事，但在 5G 的世界里，这种场景并非遥不可及。5G 技术的核心在于其超高速率、低延迟和大规模连接能力。这意味着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你的手机不再只是手机，它变成了一个万能遥控器，可以控制家里的灯光、空调，甚至是冰箱里的食物。你可以在办公室里通过手机查看家里的监控摄像头，确保你的宠物没有在沙发上搞破坏。再来看看医疗领域， 5G 的低延迟特性让远程手术成为可能。想象一下，一位顶尖的外科医生在纽约，而病人在东京，通过 5G 网络，医生可以实时操控机器人进行手术，这样的场景已经不再是科幻电影中的情节。当然 5G 为自动驾驶汽车提供了强大的支持，这些汽车不仅能够自己开车，还能够彼此通信，分享路况信息，避免交通事故。这就像是每一辆车都有了自己的第六感，能够预知前方的危险，及时做出反应。然而 5G 的应用并不仅限于此，智慧城市、工业自动化、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等领域都将因为 5G 的到来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智慧城市中的每一盏路灯、每一盏路灯、每一港路互联互通，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和管理。
最后让我们用一个幽默的比喻来总结一下， 5G 就像是一位超级英雄，拥有无限的超能力，能够瞬间移动，读心术，预知未来，还能够变身成任何你需要的工具。它的出现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便捷、高效和智能。所以，当你下次听到有人提到 5G 系，不要只想到更快的网速，想想那个会跟你对话的书桌，会做手术的机器人，还有那些能够自己开车的汽车。这就是 5G 的魔力，它是一把解锁未来的万能钥匙。让我们一起期待这个充满无限可能的世界吧。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5G 的医疗奇迹，远程手术的革命。各位同学，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一个既前沿又充满奇迹的话题， 5G 技术在医疗领域的应用，特别是远程手术的革命。这个话题不仅仅是科技的进步，更是人类智慧和创造力的结晶。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令人惊叹的领域。首先，让我们从一个有趣的故事开始。你们知道吗？2019年，中国的一位外科医生在距离病人30000公里之外，成功地完成了一台远程手术。这听起来像是科幻小说中的情节，但它真实地发生了。这位医生利用 5G 网络，通过机器人手臂精确地操作手术工具，完成了这台手术。这不仅仅是医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更是 5G 技术在医疗领域应用的一个生动例子。那么，为什么 5G 技术能够实现这样的奇迹呢？让我们来深入探讨一下 5G 技术的三大特点：超高速与超低延迟和超大连接，正是实现远程手术的关键。首先，超高速率意味着医生可以及时获取高清的手术影像，这对于精确操作至关重要。其次，超低延迟确保了医生的每一个操作都能够及时传递到机器人手臂上，避免了任何延迟可能带来的风险。最后，超大连接则保证了手术过程中所有设备的稳定连接，避免了因网络问题而中断手术的情况。当然，这里也有一些有趣的挑战和故事。例如，有一次在进行远程手术的过程中，医生突然发现网络信号不稳定，这可把大家吓了一跳。 5G 技术的稳定性和冗余设计让他们迅速恢复了连接，手术得以顺利完成。这也提醒我们，科技的进步固然重要，但我们也需要做好应对突发情况的准备。除了技术层面的突破， 5G 远程手术还带来了许多社会层面的影响。例如，偏远地区的病人不再需要长途跋涉到大城市寻求专家治疗，这大大减少了他们的时间和经济成本。同时，医生也可以通过远程手术将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传递到世界各地，这对于提升全球医疗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总结来说， 5G 技术在医疗领域的应用，特别是远程手术的革命，无疑是现代科技的一大奇迹。它不仅展示了人类在科技创新方面的无限潜力，也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实实在在改变。希望未来我们能够看到更多这样的奇迹，让科技真正造福于人类。好了，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希望大家能够从中获得启发。未来也许你们中的某一位会成为推动这些奇迹发生的关键人物，加油！各位同学，今天我们的时光机之旅就到此为止了。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如果你还记得我那幽默的介绍，我们恭喜你，你已经掌握了 5G 这个神奇技术的精髓。总结一下， 5G 技术不仅仅是让我们的网速飞快，而且还带来了超低延迟和超大连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智能和便捷。从实时互动到远程手术，再到智慧城市和自动驾驶， 5G 的应用范围真是无限广泛，它就像是一把万能钥匙，解锁了未来的无限可能。深入分析一下 5G 的出现，不仅仅是技术的进步，更是人类智慧和创造力的结晶。它让我们能够及时互动，无论是打电动还是进行远程手术，都变得更加精确和高效。更重要的是， 5G 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互联和智能，无论是家居生活还是城市管理，都因其而变得更加便捷和高效。我的观点是， 5G 技术无疑是现代科技的一大奇迹，它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还为未来的科技发展打开了无限的可能性。
无论是医疗、交通还是日常生活， 5G 都将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像那位因 5G 变年轻的老奶奶一样，我们每个人都会因为 5G 而受益，生活变得更加精彩和有趣。各位同学，现在轮到你们了，你们对 5G 技术有什么样的看法呢？觉得它会如何改变我们的未来？或者你有其他有趣的问题或想法想和我分享吗？欢迎留言讨论，让我们一起畅想未来吧。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六博士，我们下次再见。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编纂设计制作，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谢谢大家收看，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给我们节目点赞。Great dragon breaks ancient streets, thieving change with modern beats. Cities rise and towers peak, new dawn breaking bold and sleek. From the Great Wall to Shanghai, progress moves as kites fly high. Tech and trade, it's all at play, future shines brighter every day. Great dragon will change the cosmos, in strong with mighty force. Make their plea, voices blend in harmony. Policies for growth and peace, ambitions never cease. Dreams of silk and digital, bridging gaps from old to new. Fortunes build and bonds renew, nations strengthen, bold review. Traditions hold, but minds explore. East meets west and knowledge door. Complex world they navigate, China's power demonstrates. To Shanghai, progress moves as kites fly high. Tech and trade, it's all the play. Future shines brighter every day. Great dragon roar, shakes the course. Marching strong with mighty force. New era, new way, fast-paced day. History made in bold display. Politicians make their plea. Voices blend in harmony. Policies for growth and peace. Ambitions, their growth and peace. We're a new way, fast-paced day. History made in bold display. History made in bold display. Politicians make their plea. Voices blend in harmony. Policies for growth and peace. Ambitions never cease. Dreams of silk and digital, bridging gaps from old to new. Fortunes build and bonds renew, nations strengthen, bold review. Traditions hold, but minds explore. East meets west, that knowledge.